现在比赛开始，全场的气氛达到了第一天速滑馆内最热烈的一个时段。啊，看看前一百公尺，啊，前一百于凤桐，李康爽9秒55还是最快，于凤桐9秒63，这样就还是李康爽的优势。从换道区来讲，应该于凤桐可以撵上他。从弯道出来，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。